今天又来了一颗这个莫名其妙。你们最不想要什么？我们一起比。一二三。因为这一只我已经有了，这只很丑。好，那我们再选赢的先选球。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布啊，剪刀布啊。安博先。哎，这只是倒着来，我先咯。开。哈，我先也很可怕。我先要看你要选哪一颗，你把它们先把它们勾出来。来了，历史性的一颗，什么都是巴斯啊。那我要选巴斯啊，我要选破掉的，至少老天爷会对我好一点。好，那我这个，好，那你先看。已经破掉，你看到是不是？看不到。哎呦。八我现在头发是真的吗？你头就是空气刘海啊，哥哥。你是风儿。哎，真的好帅啊！老天爷这样应该会对我好一点了吧？哎，八四八四八。我想要那只小鹰人，小木马。它不是小木马。对啊，它不是小木马。那只是一只奇怪。啊！最帅的哥，最帅。我最不想要就是这三个，哎、欸，可是暴暴龙其实有点丑，翠丝哎、欸，我想要蝴蝶，换你，换我，换你来开，可以跟我换，如果抽到哪的可以跟我换，求我，那不行啊，求我，那不行啊，来哟，来了，来哟，来了，你刚刚说你最也是最不想要那个章鱼，那个奇怪的章鱼，我跟你讲，会不会我们三只都长一样？不可能啊。我不要，我跟你换。你看一下木马有多可爱，很可爱耶。我真的蛮可爱的。好，换换换，换我。谢谢。我想要蝴蝶。蝴蝶。因为玩具总动员，我最喜欢的是蝴蝶。哎，你放下我的马哦，不要让，不要这样。我喜欢蝴蝶了，想要蝴蝶，拜托。蝴蝶来。想要蝴蝶，不要巴斯。哎、欸，如果我抽到的是蝴蝶的话，你的翠丝送我，因为他们自己送你了，因为但我没有给马，没关系，我可以送。哦啊，恐龙爸爸，哎、欸，你把换了，而且是分，所以最衰的还是安博哎、欸。暴暴龙，暴龙蛮可爱的，装不进去，好了，好、哦，那你放下我的马。暴暴龙，你要说一下你的感想吗？爆爆了！我以后再也不会跟你们玩这些游戏了。哎、欸，可是翠丝很可爱、哦。你们看三个，最不想要一定是翠丝。那你最不想要哪一个？翠丝。爆爆了！放下我的马，放下我的马。啊！你居然这样丢翠丝，翠丝都要哭了。对啊。好，说拜拜。拜拜。